讲，原来你带我来好运年货节，我上个礼拜有来过这里卖东西哦，真的很划算，很超值，肯定比外面便宜，而且肯定有free gift的。是，真的真的真的，哎呦，我跟你讲，真的是非常的划算的。重点就是你带回去的是健康啊，你看看哦，刚刚呢，你们在进来之前呢，我已经做了一个测试啦，就是呢，一般的燕麦再加上我们这一个 Emil Triage 的燕麦麸三重护理植物奶啦，我放油进去试进去了之后呢，很明显的你看到哦，一般的燕麦哦啊，它已经分层了，代表呢，其实它对那些油呢起不了效果的。可是呢，燕麦麸就不一样了，芬兰有机燕麦麸哦，它可以呢帮助你吸附在我们的血液当中不好的油脂，然后随着新陈代谢排泄出体外。我刚刚听到吸附油脂，表哥，你今天带我来哦就对了。可是你又有一样东西不对啦，我看你看了几十年哦，我们整天都在讨论的，你的脸哦不会老的，你的身形哦永远僵硬的，这个就不是你的秘密啦。可是就是多得我们这个 Immune 3 H 光，我跟你讲，燕麦麸很好的，真的。所以呢，你看到欧文长期有在喝嘛？难得那个叶劲峰来啊，难得林姐来了、阿刁哥哥在这边呢，跟大家报告一下，只有在我们这个好运年货间呢才有的套组了。今天呢，我跟你讲，买来过年超划算的，在外面呢，你买两罐的话都要114令吉了，对不对？今天呢，我扣你一块钱啦，113。可是呢，一块钱，林姐，我跟你讲，送你多一罐，总共三罐。多罐啊！你看我都讲有好看、啊，是有飞机飞，而且呢还有独家的赠品，到底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这个限量版的陶瓷的精美碗，两个碗。天哪，林姐，碗很漂亮。还有两对筷子哦，真的是太会做生意了哎！真的， okay, 你讲啊，现在哦，是我们就是要买，对，一定要现在买呢，为什么？因为之前断货的，我跟你讲，然后没真的之前断货，所以现在买是最值得的了。而且你讲，你现在说什么 free gift 什么，你 free 的是健康来的嘞，哇，讲得太好了，我跟你讲，有智慧，真的，林姐那个欧文讲哦，没有人相信的啊，我们出示证据给大家看一下哦，几度都断货，它顺势在我们购物上呢卖的最好的其中一个营养品之一。所以要购买的朋友，我跟你说，比之前超值要补货的话，今天就是好时机了啊！尤其是过年过节的时候，都在吃不健康的，一定要带回去。因为你看到林姐，你在外面买三罐的话，再加上那两个碗跟两对竹筷子的话呢，哇，都要201块嘞。但是今天给你好运，给你 hockey 啊，折扣40%，那么多，你节省88令吉耶！我跟你说，整个套组呢，113令吉，除到来每一罐了，林姐你自己穿37.66元而已哦。买，这样划算，当然就要今天买了。所以哦，你看哦，我已经会备了的姜超植物，买二送二，我限量300套不了啊！原来，所以你看哦，市价两罐哦，燕麦麸三重护理植物奶都是600g的，外面你买就要114令吉了。可是今天的赠品哦，总值87令吉，同样呢有一罐一模一样的，然后再送你一对限量版的精美陶瓷碗还有筷子，所以你节省有40%，好运特惠价格才113，真的很划算，赶快来补货了。当然呢，如果你长期有在喝的话。现在马上购买3套更加的优惠了，因为呢，你输入优惠码母母28之后呢，再扣你28令吉，算是绝对有史以来最超值的一次。真的是很值得的，所以我跟你讲，表妹，我来到这边呢，我一定要找我们的狗狗仔来买东西的。哦、为什么呢？外面买一定比较贵的。哦，我跟你讲，表哥，你今天哦，真的是哦，对我太好了。是。然后首先哦，你又介绍了我一个江大的牌子哦，从国宝级的有机品牌啊，我觉得我跟你出门哦，整个变得很阿达斯去耶。这个东西哈，这个我们的 Emil 三三 H 呢，它是贵族。膳食纤维来的，贵族膳食纤维，我懂了。表哥，我再跟你讲一个秘密，你跟我分享一个秘密，我再跟你分享一个秘密啦。最近哦，真的是我全家人哦，就觉得哎呀，反正你知道年尾有 promotion 吗？我们就去做 body check up 咯，全家人都去 check 咯，结果每一个人的报告啊。都有红字，脚吧，真的，我跟你讲，这个这三高的趋势呢，已经是越来越年轻了。如果那些人呢是有好像喝酒啦、酗酒啦、熬夜啦，或者抽烟，或者是缺乏运动的话呢，其实就更容易有这个三高。哎呦，真的，果然新闻主播讲的东西呢，非常的有根据啦。阿刁哥哥马上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啊。现在呢，我跟你说，国人的健康呢开始亮黄灯，还有亮红灯了。根据科学。家跟医生的研究呢，在我们马来西亚啦，
每两个人里头哦，就一个高胆固醇，每三个人里面呢，就有一个高血压，就说我们三个里面有一个高血压啦，每四个人里面呢，就有一个高血糖还是糖尿病的问题出现啦。而且要告诉你哦，其实我们身体，人类的身体呢，70%的免疫力来自于我们的肠道，所以为什么呢？一定要把 Immune to H 带回去，这样子的话呢，帮你对抗跟控制三高，三高呢，给你变成高富帅，而不是变成了高血压、高血糖跟高血脂啦。哇，表哥，讲到三高哦，我觉得哦，真的是没有一个人不需要的，你讲是不是？是，哎呦，等一下我给你们继续讲之前呢，要不小心的跟你们报告一下哦，今天我们这个好运年货节所有的产品，我们 Immune to H 呢只有限量的300套啊。Lenny 你还没有买是不是？可是我看到那个鞭炮我在闪在闪是什么意思啊？还是讲我们剩下282了？什么东西？哎呀，你不要买可以的。表哥带我来，表哥是 VIP， 你还没有先卖我，你先卖别人。哎呦，你看看啦，再来再重复多一次啦。带回去的套组呢，就是买2罐送一罐，就送一个竹筷子。简单的来说呢，你把三罐这样子带回去哦，再送你呢就是一对的碗。哇！你看我紧张到打翻水流啦。你太紧张了，你怕不够货卖给我啊？我要买很多。对对对，还有这个呢，里头哎呦，真的是非常精美的这个啊，用果果要给大家看一下，你看看哦，精美的2对筷子，而且这个是今年的，不是今年，就是即将要过年明年的，所以每年都是limited的。你看有没有很漂亮？很漂亮，表哥，我们买一套哦，肯定不够啦，才3罐，才送一堆。我跟你讲，我们一个人哦，少少我要买个10套20套啦。对呀，而且你要拜年的时候，林正哦，你放2粒柑下去，加一个红包。然后送给你的那个家婆，哎呦，你家婆爱死你哦，对不对？哦，还扭转乾坤呢，告诉我们，这个新的一年我们一定能够扭转乾坤的了。是，不单只是产品好，连赠品都很好哦，就是要在这里买不了，因为好运年货节哦，最厉害了的，什么东西哦都比别人家优惠哦。哎呀，果果仔，我问你哦，我们讲了要买10套20套的吗？是。你的货行不行的鞋？哎呦，我跟你讲，我们的有效期限呢，全部都是新货来的。现在呢，在外面因为呢，生意很难做啦，很多的店家啦，很多的商店啊，都讲说呢，哎呦，那些过期的拿出来 discount 这样卖咯。可是我们好运年货节呢，没有做这样物质的事情的，没有做这样几朵的事情的。你看哦，它的有效期限呢是到2022年，哎呦，拿反了啊，对，2022年的9月份的。所以呢，今天如果可以的话，买3套回去折扣更多嘛，对不对？赶快带回去。我跟你讲，尤其是过年啊，吃煎炸的啦，吃高油分啦、高糖分啦、高盐分啦，这个呢就帮你来 stand by 一下啦。哥哥仔，刚刚哦，我和表哥那一人10套，你有跟我们算了吗？怎么我看到那个鞭炮越来越短了啊？哎呦，273了那个鞭炮，273，我们限量了300套，剩下273哦。我的10套10套算了没有？啊，我不知道啦，你要自己打电话喽，你自己去抢喽。啊，重点就是呢。观众朋友，我跟你讲，那个鞭炮烧完哦，那个货卖完了啊，不关我的事吗？我就提早收工而已吗？所以呢，你今天不买的话呢，就只能是大亏一本啦。哦，是表哥，上次我们来去买东西的时候，他还有 free delivery 到我们家里面去的嘞。所以哦，我觉得啦，你看我们今天不要只买10套好不好？反正哦，又不用自己扛的嘛，这样方便。对呀、啊，哎呦，林姐，我跟你讲，从小到大呢，一定很多人跟你讲的啦，就是什么啊，高胆固醇啦，要对抗那个高血压。要吃多一点麦片，对不对？哦，很多人都这样讲的嘛，对不对？哦，讲到麦片哦，厉害了！我家公家婆、爹地、妈咪、姨公姨婆，是不是？他们讲燕麦老人麦味道不好，他们去买3合1的麦片，甜一点，好吃一点呢。不好，对不对？真的，这个我们的这个Immune 3H 呢，其实它是。它有的不是只是燕麦，对对对对对，来燕麦麸皮哦。啊，来来，我们请那个表哥跟大家讲一下啊，是真的。其实呢，我们一般上有这个根据的做的那个检测来发现到呢，这就是那个调查显示，燕麦麸皮其实它比燕麦哈。更有营养，因为90%的营养其实都是在燕麦麸皮啊。跟林姐讲一下，什么叫燕麦麸皮呢？就是呢，那个燕麦的壳把它脱掉之后呢，那层薄薄的皮，一般上人家都丢掉嘛，对不对？可是呢，其实的营养是最高的哦，90%以上的蛋白啦，膳食纤维都在那边什么都在那边。看蛋白质啦，这个葡聚糖、贝塔葡聚糖，还有这个纤维啦、铁质啦，这些呀，什么磷脂、什么维生素。
BH 什么都 B 三都在那边。哎，我看到我三位数八仙的是讲我390%呐，这个你现在才知道对不对？所以我跟你说，今天你喝这个 Emulsion， 它里头呢不只是有燕麦，它还有所谓的燕麦麸啦，可以帮我们对抗三高。像你刚刚讲的嘛，一般的老人麦不好喝，这个不会，它加热紫薯、红薯、蓝针、紫薯、红薯做什么，你知道吗？抗氧化。哎呀，抗老啊，抗老，抗老。对，而且呢，它最厉害就有紫杉药。紫杉药的话呢，你看看哦，可以帮我们预防那个脂肪在血管沉淀啦，还有大豆蛋白以及菊苣纤维，对我们的肠道非常的棒的。光说不练就是假功夫，我跟你讲，我们好运年的话，这广在哪里呢？连那个营养师都请来了啊哈 ，Jeremy。在电视看过他表哥，他很厉害的，他介绍一定对的哈。对，我们先来看一下，就是刚刚啊，建峰提到就是所谓的一般的燕麦，再加上我们的这一个再跟我们比较一下啊，对，这个是一般的燕麦哦，放了两对。我家里老人家就是喝那个燕麦的咯，要用水煮啦，然后自己翻来翻来，又放三合一啦，又放牛奶，又放糖，结果越喝越肥。对，我们先试一下哦，这一个，摇了之后，然后再来，我们再把那个油放进去。啊，这一个就是我们的新年啊，年饼啊，那些过年啊，炸辣椒油腻，油腻的。你不是少油给我们喝瓜？对，这个证明给你看哦，我们的 Emulsion 它有多厉害？为什么呢？对，因为它里面有那个燕麦麸哦，又有那个大豆卵磷脂、大豆蛋白，它可以帮助吸附油脂哎。它可以吸走你的油脂。为什么我们吃那种很油的东西哦？你在喝这个 Emulsion 的话，就可以帮助你吸走那一些油脂。对，它就会这样容易。被我们身体吸收哦。好，我们倒出来给你看一下。好了，你看哦，等一下呢，这个这是一般的那个燕麦啦，一般的老人麦。是，你看 Jeremy， 它立刻就分层了哦。对，那个油全部浮起来，有没有？红色的就是油，麦片都往下沉。可是这一杯 Emulsion 完全没有那一个油成分。什么意思？什么意思？因为一般的燕麦麸皮不是不好，是因为呢它的那一个纤维值比较低。可是那个燕麦麸皮它有比燕麦高出3倍那么多的那个膳食纤维，所以可以帮助吸附油脂。所以你看 Emulsion 是完全把那些油脂吸附起来，可是这个一般的燕麦麸呢，因为它功力比较弱了，比较差一点了，所以呢，它就有那个油成分泥。所以你想一下，如果你吃了之后，那油油的东西，新年不是大鱼大肉吗？所以今天你就喝这个 Emulsion 就可以帮助你的控制这一个油分了，就不会吸到我们身体里面。就是说健峰啊，那个燕麦麸哦，它就好像海绵这样哦，在我们身体里面，它遇到油呢，它就吸掉它。所以呢，我跟你讲，不是讲说三高啦，高胆固醇啦，就一定要吃药的。我讲到这个事哦，表哥，你跟我讲哦，你到底一天啊喝几杯，你才可以到现在这样 fit？ 你不要再收收买买了。是咯，10年前、10年后长一样的这个人，一天一杯就够了，真的，一天一杯就够了。真的假的？真的，一般像我们好像很多人会说什么喝什么汽水啦，或者是这些珍珠奶茶、珍珠奶茶啦、咖啡啦，有冰的啦。可是它真的哈是健康又贵。你知道我们，我只要喝这个，我们 Emulsion 三黑，它其实一杯哈就大概2令吉。真的假的？真的很划算呢。你今天讲的东西我全部都没有听过的，以前。OK， 表哥，你跟我分享一下，你平时是怎样喝的？我呢，一般上，因为它其实你知道这个我们这个 Emulsion 黑，它其实味道淡淡的。如果你喝的话，淡淡没有什么味道。可是你可以加，好像我就喜欢加的是可可。我们 Byron 自己也是个 Coco 酸奶的，我就加那可可粉下去，我就喝，哇，很好喝的，而且它有饱，让你有那个饱腹感。我喜欢吃那些垃圾食物呀，讲到这样好，表哥，你可不可以叫那个很靓仔那个明星营养师泡一杯来喝一下？哎呦，我跟你讲哦，难得靓仔嘛，对不对？我们跟你讲哦，这个有很多种做法的啦。这一个呢，就是建峰介绍给我们的，可以加水果一起搅，对不对？什么都可以。新年不是很多水果吗？芒果啊，那种干呐，然后你拿去加进去，加两勺匙，对，很方便。然后呢，你拿去 blend， 如果你要喝冰的话，你可以加一点冰块，然后你可以加一点蜂蜜，让它的味道比较甜一点，也可以哦。对呀。那看电视机的观众朋友还有 Lenz 啊，我的那个好朋友香槟讲哦，每次我们过年过节不是要拜神的咩？拜神的很多那个水果吗？一大堆啊，丢都丢不及啊！现在这样子全部打起来就好了。最重要的就是我刚才听你们讲哦，我也有一点斑奶了的，来，漏了一点点 knowledge 的，颜色很美，你喝喝看。喝下去不单止好喝，谢谢。他没有吃多了给他，对不对？他没有关心，这样喝。喝了之后那个排便会很好。是。讲一下周末排便会很好哦。因为他。
里头呢有菊苣纤维啦，就所谓的 inulin 对不对？是没错，而且这个 inulin 可以帮助刺激你肠胃益菌的生长，而且哦这一个每一天哦两杯哦，两杯就可以达到那个三个的贝塔葡聚糖，就可以帮助你调节三高，可以帮助你降低坏的胆固醇啊。不是他讲啦，这个是欧洲食品安全局的这个健康声明啦，说呢如果你要控制三高的话，每一天贝塔葡聚糖呢要摄取三克左右，三克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两杯啦，每一杯呢就两勺匙就可以啦。重点就是呢，我们给您是100%纯天然有机的，因为呢，我们白毫冰就是 natural 又是 organic 的，甚至奇奇怪怪的东西全部都没有，没有人造香料啦、人造色素啦、防腐剂，通通都没有，也没有添加任何的糖分。当然呢，如果你要给小朋友喝的话，你可以像 Jeremy 说的，加一点蜂蜜就可以啦。是，这么难得有那个明星营养师在现场哦，你可不可以跟我讲一下，这么桌上哦有这样多跟这个东西好像没有关系的食物摆在这里，是摆美的吗？有关系的，很多人都讲哦，不要只是拿来泡来喝，我跟你讲，有很多做法的，你要拿来做饼干啊，你要做过年饼啊，或者是你要做那个蛋糕啊，里面有时候不是放那种紫薯的吗？很多人很喜欢放那种 coloring 啊，那种色素啊，不要用 coloring， 我们今天你用这个 inulin， 因为它里面有紫薯、紫杉药的成分哦，对，它就可以给你的食物天然的紫色，而且非常美味耶。哎呦，来来来，我来跟你们讲一下，你看这个，还有建峰哥哥，还有我们的林姐，你看这个碗放在你的桌上呢，我都觉得非常的有福气了。是，对，就是我们要送出的这个扭转乾坤陶瓷碗品来的。对对对，哦，如果呢你家里有四个人的话，我们建议大家买两套。对，啊，这样子你就有四个碗了。十套了。什么？十套？家里有十个人的话，哎呦，十套了啦。所以哦，我有20个碗。有个有20个碗，哎呦，整个大家族在家里哦，做那个 steamboat 啊，都够用啊，这碗这样漂亮，而且我是陶瓷的，有那个晶晶的在上面，那不是 plastic 的嘞，绝对不是 plastic 碗哦，有空空声，有声音哦，真的。之前呢，我们没有送过这个碗的时候呢，都已经卖光光了，所以今天呢，哎呦，观众朋友，就是因为那个叶剑锋有来呢，才有送这个碗呢。啊，你看不到叶剑锋的脸呢，就没有送这两个碗了哈。所以呢，你要的话呢，一定要马上带回去，因为呢，包装也非常的精美啦，你看两个碗。还有两对的竹筷子，你这个直接放两个干，然后去拜年就好了。记得限量的400套，可是呢，哎呀，不知不觉已经卖了150了，我们是讲250套而已啦。郭光仔，你刚才开说你讲限量300套，现在讲400，你谁要做生意的你？哦，讲错了，讲错了，300。你不要一下子加，一下子一下减呐。哎呀，随便啦，总之就是呢，很快卖完的啦。对啦，这也是对啦，一定要马上的来补货一下啦。是，我前泡我很紧张哦，但是我幸好我随时就拿手机在身上。表哥，你的单我跟你下了10套啦。直接寄去你家是不是？我的单哦也是直接下10套，也是寄去我家的。你不要跟我讲我付钱。没有啦，真的，这么便宜，我不介意付的。哎呦，是不是？哎呦，这个值得，我是把健康带给你了。来来，真的是过年过节呢，你要送家人朋友呢，送健康最重要嘛。重点就是呢，今天呢，不只是我们的叶剑锋讲好，不只是阿丁哥哥讲好，不只是 Jeremy 讲好，哈，我的 customer 全部很喜欢啊，阿丽哥给来看买哦，这里饼。啊，他给了5个star嘞，他讲说 excellent product， 完美的产品，而且呢品质非常的好，他强烈推荐，他已经订了3次了啊。这个 K D A U D 哦，不会读你的名字，今天要赶快买多几套啊，因为呢是有史以来最超值的一次。下一个人在你自己看，狗狗在我自己看，我看你有没有骗我。OK， 这个呢 G A N E S 我不懂他什么名啦，但是哦我知道他写什么，他说首先呢很好喝，这个我承认呢，然后再来他讲哦喝了我几个小时都可以耐饱哎，直接哦就是一个早餐就方便容易咯。对呀，再来呢，你看这个朋友也是给了5颗星那么多啦，他说方便又好喝，而且呢有饱足感，重点是可以控制身高呢，赶快赶快。这个真的是控制三高，真的是，对，我觉得是最重要的。是，对对对，而且观众朋友，我跟你们讲，现在啦，我们是买了，但是你哦要把这个拍起来呢，送给很多你的朋友，因为啦 ，OK， 他们算给你看，这 get the low 啊，很重要的，2罐你在外面买吗？1罐57，1罐57嘛，然后哦，他送你1罐57吗？他送你那个碗跟筷子又30吗？全套哦，反正喊不来就是201块就可以啦。是啦，今天哦，你节省一套哦就88块，你好像我跟表哥这样，一人买10套哦，一人就节省880块了。所以一罐才37.66罢了，赶快下单，黄罐外面找不到，拍下来，这个一定要 screenshot， 你要拍下来，没错啊，因为马上给你的更多的朋友，甚至那些群主，对，有看啊，真的很值得。对啊，我们今天刚才狗狗仔讲的限量300套那个鞭炮也正在烧了，买2送2吗？你买2罐哦，送你一罐一模一样的，再送你那个碗哦，节省有40%，所以整套才113令吉而已。当然呢，如果你长期有在喝的话，购买3套更加的优惠啦。
啦，结账之前呢，一定要输入我们的优惠码木木28，再扣你28令吉，所以那你买三套的话，平均每一套啊，哎，我跟你讲啊，真的是不到100块呢。嗯。不用出门办年货，你好好的待在家，我们勾少呢绝对送货到你家门口哦。而且农历新年要来了，我们勾少有总值88,888令吉的红包要送给您哦，需符合条规，促销期到2021年1月31号。没错啦，当然现在你要用这一些电子钱包在勾少 shopping 都没有问题的啦，快捷简单又更加的安全哦。就是今天好运年货节独家限量新春好礼，我们有国宝级的有机品牌 BioGreen Amplis 的燕麦麸三重护理植物奶，它100%全天然有机，还有贵族的膳食纤维，给您三重呵护，调节三高。哦，这个很重要，过年那些年菜真的是太油了，所以呢买二送二，绝对要马上带回家，限量的300套卖完就没有了。我们给您2大罐的燕麦麸三重护理植物奶，再额外送你多一罐一模一样哦，都是大罐。只有在今年的好运年货节，我们才要额外加送给您限量版的新春碗筷组。哎，我跟你说，总共呢，你节省40%那么多，这么多东西啊，113令吉的好运特价。买一套不够，直接买三套，因为更加优惠，只需要输入优惠码木木28，再扣您28令吉。所以呢，长期有货的朋友一定要马上带多几套啦，它是100%天然又有机的成分，富含芬兰有机的燕麦麸，有燕麦，有糙米，有紫山药，也是紫人参啊，当然还有紫薯、红薯、大豆蛋白、大豆软磷脂，而且呢菊苣纤维、寡糖纤维帮助我们消化哦。高膳食纤维 Beta 葡聚糖可以帮助您降低坏的胆固醇、血糖还有血压，有效改善便秘问题。花青素和叶黄素呢，可以高抗氧化，还可以抗老，维护视力健康。最后，蛋白质可以维护心脏的健康。BioGreen 国宝级的品牌嘛，绝对100%纯天然有机啦，所以呢，全家都可以安心饮用的，里头绝对没有奇奇怪怪的防腐剂啦、添加糖啦、乳糖啦、胆固醇啦、反式脂肪这些都没有，色素、香料、基因改造、药性成分、其他有害这个物质呢，通通都没有，所以呢，大人小孩都可以喝的。是嘞是嘞，赶快下单喽！可以拨打热线，可以浏览网址，也可以拿起手机点击 APP。虽然呢，我对坚持的做运动，可是呢，我曾经好几年都会有那个胆固醇过高的问题，主要就是呢饮食的部分我没有什么控制，所以呢如果不要吃药的话呢，有一个好方式要跟大家分享。好了，要跟您介绍跟推荐的就是呢我每一天都会饮用的来自 BioGreen 的 At Least Three Age。 那么其实这个名字呢你就知道它是对付三高的， Three High 就是我们高血脂、高血压还有高血糖。有了这个之后呢，每一天用食疗进补的方式呢来抑制我们血液里头的糖分跟我们血液里头的脂肪，这样子的话身体就很容易的用喝的就可以比较健康一点哦。它呢是比较粗纤维的，因为它里头有满满的膳食纤维哦，所以对我们肠胃的蠕动呢也非常非常的有帮助。准备一杯温水，记得啦不要用热水，因为呢满满的营养不要被那个热水给破坏了。然后呢我每一次喝呢都会放2到3勺左右，如果我是想要当代餐的话就4勺都有可能，现在呢我放3勺好了。那个颜色是偏紫色的，因为它里头呢加入了紫山药，很浓的麦香，很好喝。这个控制三高，让我们的肠胃健康，身体自然的也会健康了起来哦。老人家还是有糖尿病的话呢，我觉得也可以喝，因为它是完全没有添加任何的糖分的。哇哇哇！只有今天呢，我跟大家讲，跟林姐来报告啊，我们是有史以来最划算的一次啊，就是呢买2罐送一罐，还要送你呢一对碗跟2对的这个竹筷子啦。所以呢，啊你不要买的话，其实阿丁我是没差啦，反正哦我都没有赚 commission 的嘛，所以呢你要买的话就买咯，不要买就不要买咯。可是今天你要买的话，是你赚到了。等一下，我们要买的，我跟你讲啊，因为一般上我们在别的那种外面买哈，门店买都比较贵的，你知道吗？所以对对，所以现在我们在这个年货街这边买呢，你看这么多。好的，这个优惠呢，所以你一定要快快的下单。对，而且哦，表哥，我跟你讲，你看到那个电视机那边有一个鞭炮哦，一直在扫，一直在扫哦，很赶囧的。那个鞭炮越扫越短哦，货就越来越少了。幸好哦，我们那10套哦，都已经安安稳稳的下单了。Hello， 涛哥啊，哎，安装，没有货了啊，200套，208，哎呦，我可以提早收工啊。
哎呦，观众朋友，173秒啊，一百七十三。他打电话来讲200，我现在这个剩173了。哎呀，我跟你讲，限量的300啊，现在剩下173。阿弟卖不会比较紧啦，我都提早收工嘛。哎，我爱我爱，热爱热爱啊！我不会啦，但是我搞。啊，对，我给你搞够。我们没有讲说一个人先买多少，我买对不对？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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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买给表姨，是，然后买给谁？还有表叔。对，那个，哎，那个，买，赶快，赶快买！哎呦，当然，你们再回来，再给你们讲啊，不然你买回去也是不喝的嘛，林家对不对？我来教你啦。其实呢，叶剑锋平时呢，就是你是怎么样喝？你是放多少茶啊？多少勺啊？这个我通常是一勺就好了。一勺，好，一勺到两勺都可以。对，好像那个阿东哥这样啃筋的人哦，啊，我直接放两勺下去啊。有时我要饱一点的话，我就放3-4勺喽。是，重点就是呢，每一个人讲说呢，喝这种营养的食品啊，不好喝，好喝的不营养，营养的不健康，这样子啊，又不好喝这样子。哎，这个林姐，我跟你讲，你没有喝过呢，你一定要来试试看。大家看到吗？它是颗粒感十足的，就是为什么呢？它有很多的贝塔葡聚糖、贵族的膳食纤维，而且呢，它没有加那个奇奇怪怪的 cream 啊。外面有很多加 cream 的，喝了不好的，对不对？是。拿来，看到这样子，来表哥我喝啊。可以，你喝，我平时喝了。而且建锋，这个吃素的人也可以喝，对不对？对，真的，这个呢，其实我觉得不管是什么。不管什么年龄都好，小孩子或者是老人都可以喝，对，是各大年龄阶层都可以安心的去享用。对呀，你知道为什么你的这个表哥会这样帅吗？我跟你讲啊，里头有紫薯跟红薯，你可能没有看到很多年了，但他几十年都这样 fit 的，真的。好了，还好了，是，好喝吗？先你来讲讲看，好喝又健康，对不对？你还可以加别的东西的，如果你觉得它味道比较淡，它是比较淡啦。不过你可以加那种好像你可以加那个蜂蜜啦，可以，对，你可以。加好像巧克力粉什么都可以，而且呢，有些人还会加那个胶原蛋白粉呢。啊，哦呦啊，我就更补了，弄那个香槟啊。重点就是呢，要跟观众朋友讲啊，节目剩下最后的20分钟不了啊。你知道没有？喝燕麦就是燕麦，老人麦就是老人麦。可是今天的 Email to Health 呢，它除了有燕麦之外呢，它更大多的成分来自于芬兰的有机的燕麦麸，再加上糙米这一些呢，它有 beta 葡聚糖，就是贵族膳食纤维啦。对抗三高呢，最好的天然食品就是这一些啦。当然呢，它的味道非常的好喝，就是因为它有来自紫薯啊、红薯的营养成分，这两个是抗氧化剂、花青素嘞。啊，越喝越美丽，而且呢越喝越不会老。再来就是呢，它有紫香药，就紫人参啦，而且呢有大豆蛋白，就是素食者呢也可以喝到的这些蛋白质，还有菊苣纤维，就是所谓的银奴林，对我们的肠胃非常非常的有帮助，让你呢去厕所就不会有 traffic jam 的问题了。是，因为它其实可以让我们有那个饱腹感，其实我喜欢就是它可以当做代餐这样子来，所以的时候吃了之后呢，它不单只可以让你有饱腹感，它还可以就是减少那种便秘的问题，让你的这个排便会比较顺畅一点。哎，真的，我们常常讲说病从口入嘛，你吃什么其实真的就是完完全全出来给你看的，所以一定要吃得有健康，一定要吃得很有营养，那是对你自己的一个保障。而且还有一个东西啊，最近哦，建锋啊，每一个人都在讲免疫力这样子哦，所以如果你免疫力不够好的话呢，容易生病，你出门都会怕嘛。可是这个呢，它有这个增强我们的免疫力啊，就是因为它对我们的肠道很有帮助，有肠胃蠕动的这个帮助，所以呢就可以让你增强自己的免疫力，一家大小都更健康啦。这个呢泡好了，你看颜色很好看，来这个我们的剑锋果果这一杯就请你喝了。谢谢，来好运年会节真的很好的，真的快喝这样好的。哎，等一下我接个电话先拿。哎呦，是啊，我跟表哥在一起啊，怎么你在电视看到我们啊？哎，表哥，堂弟在电视看到我们哦。哎，你要买是吗？可以，表哥，然后你这么带我来，没有带他来嘞。哎呦，可是你要表弟要堂弟要买噻。啊，对，我先来问一下那个货剩多少啊？喂，幸好你现在打来那个，但是他货很限量的，你知道吗？哎，剩多少？他讲他是170。哎，等一下，刚刚173嘛，5分钟前，现在剩下132。喂，堂弟在132，你不要只买十套啦，你买30套啦。OK， 直接买30套啊。OK， 好，现在帮你下单。我跟你讲，不要讲了，快点上 catalog。啊，对，马上给你。大家看一下那个 catalog 啊，因为你平时在外面买哦，一罐57块啦，你买到都是赚到嘞。因为呢，外面卖很夸张的，而且呢，这是 discount 之后的价格嘞。所以你想象看，如果你要跟套组一样买3罐，然后呢，再加上我们今天送给您的这个陶瓷碗的话
呢，整个套组的市价差不多是要200多块的呢。但是今天 discount 不是10%，不是20%，是40%那么多哎，201块，帮你就是啊，不是201块，88块省下来，一整套呢113令吉，平均每一罐呢37令吉，66仙就可以得到买二送二的套组了，真的很划算。所以有简单来讲就是买二送二喽，重点是限量300套，现在剩下100多套，好不好？就是你买这2罐哦，他要送你一罐一模一样的，他还送你一对的陶瓷碗，还有一对的竹筷子，节省40%，整套才113而已。没错啦，购买3套的话更加的优惠啦，输入我们的优惠码木木28的话，我跟你说，你整个 bill 哦再扣你多28块，外面哪里有可能？红包包给你28块，好不好？赶快订多几套啦！是的，是的，赶快下单喽！可以拨打热线，可以浏览网址，也可以拿起手机点击 APP。真的，真的很值得，很值得！我跟你讲，你看哈、哦，你买3套还可以送哦，哎呦，还有送这个 free gift 六个碗啊，3套表哥，是喽，一大堆这个碗啊，自己 no， 连连给他们看，给他们看，是不是很漂亮？拿在你的手上哦，那个气质更加提升啊！这个碗、啊、就是你拿哦，它就整个看起来哦更加高贵了。那个碗后面那个脸色很奇怪，不过不用紧啊，他卖我们好货就好了啦。对，他奇怪就让他吧，他就是这样奇怪才会卖我们这样便宜。真的，是是，因为我老板就在我乱乱卖。所以呢，今天告诉大家啊、哦，以前呢没有送这个碗啊，都卖到棒棒声哦。今天更何况是有送节目呢？啊，不是节目啦，我的店呢现在15分钟要关店了。哎呦，啊，你要买就买啊，不要买的话随便你啦。啊，重点就是呢，靓仔跟剑锋，剑锋为什么10年如一日、啊、不会变老的哦、嗯？就是因为呢，这个除了就是有燕麦麸、有燕麦之外呢，它还有紫薯、是红薯、紫山药。哎呦，紫山药在哪里买我都不知道呢。真的，一般上都是白山药罢了，可是这个紫山药它因为有花青素的成分，所以它也是另外一个名字叫做紫人参哎，哇！所以哦，哎，马上来看一下哦，为什么我们讲它有花青素呢？哎，我们只要做一个动作，就是挤柠檬在里面啊。你看哦，那个接的密集的呢，就是我们的 email to here 啦。啊，用狗狗这边挤的这一边呢，就是一般的麦片，一般的麦片啦。为什么要挤柠檬呢？要跟大家讲一下哦，就是呢，如果它有天然的花青素的话呢，它遇到酸性的物质，好像柠檬这样呢，它就会变色。啊，如果没有花青素的话，当然不会变色啦。嗯，所以你看一下哦，这个浓的麦片，因为它没有花青素嘛。哎，所以你看一下哦，真的，它的那一个原有的颜色呢是这样子的，嗯，紫色的。可是当它遇到酸性的时候，变成粉红色。哎呦，所以呢，一讲到粉红色呢，哎呦，你气色就像它这样喽，红润红润。哎，真的，而且我跟你讲哦，这个花青素哦，它除了对眼睛好之外，还可以帮助哦，我们讲修复我们身体那些细胞。嗯，哎，修复细胞就代表可以抗老哎。哇，所以你喝这一个，还可以降三高之一，还可以帮助你抗老美颜呢。我跟你讲，你现在喝了之后哦，新年你一定是最美。对呀、啊哦欸，难怪我现在看现场哦，嗯、你们这样这样这样哦，每个都年轻的，原来你们都在喝。真的，跟你肯定少不了这个，而且哦，它除了可以抗老之外呢，还可以帮助吸那个油脂哎。马、上来看一下，这里呢就是我们的 email tree h 啦，然后右手边呢就是这一个普通的燕麦片啦，然后现在这个就是你的那一个炸鸡啦、炒果条啦、咖喱面啦、年饼啊、虾饼啊，全部这些油啦。对呀、啊，马上来看一下，我们把它关起来之后呢，来，我们公平哦。嗯，摇一下，这个其实过年的时候很重要哈、哦嗯，真的，因为我们常说，我刚才都说了、啊，病从口入，吃进肚子什么东西，真的完完全全就会体现在你的身体里面，所以一定很小心的照顾自己身体，好像我们吃那种什么炸鸡之类的东西啊，很油的东西，你看现在你可以看到我们啊、Jeremy 还有狗狗在做的，对，所以你就可以发现到那个油脂是有什么样的一些变化。为什么倒出来给大家看呢？你看看这一杯哈、我们才倒出来没有几秒钟的时间，几块就已经浮上来了，它开始分。层了，什么叫分层呢？油它一定浮在上面嘛，对不对？所有的麦片呢都在下面了，可是这个呢没有分层，就代表呢它里头的贵族膳食纤维，把葡聚糖呢把那些油给吸掉了，吸掉了跑去哪里呢？随着我们的新陈代谢排除体外、所以为什么说这个呢可以控制三高？这个也可以啦，只是效果没有那么快，没有那么好。你看那个油，那个油出来了。哇，现在我就想象我喝进肚子里面哦，他就跟我把那个油细，然后排掉。表哥，所以哦。你要介绍给你身边全部人才够，不如你直接那100多套你落还他啦，对，然后送还给你身边的人。好东西要跟大家分享，因为健康的东西，对，要分享给大家。还有更重要一点，你要知道，我们现在桌上看到很多这些糕点，是，就这些糕点呢，其实就是有我们的，我们可以用这个 Emil 对来动出来。比如说你要做那个里面那些 cream 的话，也不要用什么奶油啊，那些很油哎，你就放这一个，然后再放那个 tree hazel， 再放一点蜂蜜，就可以做成蒸豆了，然后你。
你可以说天然的那一个，我们讲天然的颜色啦，是会有那种色素、啊。它没有色素的，那是没有色素、嗯，而且小孩子也可以喝。都可以，还有就是我知道，就是素食者也可以吃的，是因为它没有牛奶。嗯，对呀、啊，是植物奶。对，它是植物奶，而且如果你有牛奶蛋白过敏啊，会泻肚子的人，哦，完全不用怕，哎，真的是可以放心的。而且 lactose intolerant 的人啊，是喝了那个牛奶会落晒的啊，这点不对啊。哎，是，还有孕妇啦。嗯哎，都可以喝哎！这我要介绍给我好姐妹啊。真的，我们现在是真的告诉大家，就是我们送礼、嗯，可是我们送的是健康给大家，是真的。而且你要送的时候要跟他们讲哦，啊，这个是夜间风喝的。哎呦，他们送到一定很开心的啊。重点就是呢，我跟你讲，贵族膳食纤维 Beta 葡聚糖呢，根据欧洲食品安全局的健康声明呢，它这个每一天要摄取3克，就可以帮我们控制血液当中的坏胆固醇、而且呢，可以帮助我们的血糖不会那么容易的上升啦。所以呢，3克是什么意思呢？你每一天喝大概2杯就没有问题了，这奇奇怪怪的成分都没有了。在外面哦，你买 natural 的，它不一定是 organic 的，可是我们 bio green 的 Eblis 呢，它是 organic 又是 natural， 而且呢，大家都知道的啦，在外面买这些 natural 的东西哦，很贵的，真的。而且今天你给到你的全圈都是真材实料，而且那个燕麦麸哦，还是从芬兰来的哎，是有机认证哦，真的。所以我们一直说它是那个叫什么啊、这个。贵族膳食纤维，对对对，因为呢，90%的营养都在这个燕麦麸皮里面，真的，所以有什么人都可以喝是吗？真的，它是没有添加糖分，然后呢是适合一家大小饮用的，包括如果你只有3高了，哎，很多人讲，哎，我只是有1高罢了，2高罢了，可不可以呢？当然可以了，因为呢，1高2高它是跟3高是好姐妹、好朋友来的。如果你没有控制好胆固醇的话呢，血糖高很快就会找上门的。所以今天呢，你有3高的话肯定可以喝，如果你有3高高风险区的话也是可以喝。有肥胖的人也是可以，因为它可以当作是代餐啊，可以帮助你体重管理。还有呢，便秘啦，你要上厕所比较方便啊，快一点的话也是可以喝。那个人家有，哎，为什么你这样讲他？哎、OK 啊，我不怕讲，因为我今天一没有去 H 了嘛。真的，我跟你讲，过年的时候呢，福建人讲说卖晒饼晒饼，是、啊、就是你的脸不要像大饼，是开玩笑啦。所以你这样马上带回去，哎呦，你看那个粉尘很明显呢，吓死人。哎呦，是哦，它越来越沉。哎，还有啊，我们是不是要跟人家讲哦，一杯冲起来哦，才几多钱罢了。哎呦，不到两块，不到两块，真的，所以2块钱，真的，你好过你喝那种什么汽水啦，或者是奶茶之类的东西，真是健康又贵。是，然后你要刚才我们一直说到那个3高的问题，其实现在3高有越来越年轻化的一种趋势了。真的，真的，还有就是那些你像刚才我们Jeremy 有说的，一个人看起来很瘦，对，你以为他瘦他胆固醇就不高吗？不一定哦，所以你要你他我之前啊没有认识这个产品之前呢啊，我也瘦瘦的嘛，就乱乱吃咯，结果胆固醇过高，对呀，真的要照顾好自己哦，真的是健康真是最重要的。对，所以我们今天真的是。我们想做的只是把健康的知识分享给大家，也希望大家能够有效的去控制自己的3高，如果有这3高问题的话，真的，或者是缺乏运动啊，或者是一些年纪比较大的一些长辈呢，如果你要买来送礼的话，应该就是把这个好康带给他们，因为我们是真是送健康给他们，希望他们也健健康康。那你看哦，3罐，你在外面买3罐啊，我讲3罐就好了，差不多170块了。但是今天呢，我们还要送你2个碗呢，陶瓷的，不是plastic的，还有那个竹筷子2对送给您呐、啊，这样。多东西哦，哎呦，113块，不了哪里找？只有在好运年货街啦。错过了之后呢，哎呦，你堆心挂，过年的时候呢，都过得不开心了。你看那个碗多美，是咯，上面全部有金的。金鹏，你现在哦，有20个碗在家里啊。对对对，扭转乾坤啊！我们一直想要说啊，打猜一下，小丽啊，你看啊，你的电视机右边有一个鞭炮，要烧完了哦。天哪！剩下最后的100套，耶！我要收工了，我要收工了，耶耶！你就开心了，幸好我们也买到，我们买了10套10套，堂弟也买了10套，不是刚才我叫他买30套了，今天对，反正他肯定喝得完。哦，对呀、啊，忘记跟人家讲哦，30套哦，他可以喝很久吗？是不是？那他可以放到几时啊？每一个都有的、哦，我们是新鲜的。它的这个有效期限呢，你收到的货呢，都是到2022年9月份啊，所以呢，不用担心，多买几套呢都可以喝的。到9月的话，代表呢。其实还有差不多2年啦，所以呢，买多几套为健康，为一家人呢，一定要马上带回去啦。是，重要是我全家人都可以喝，全家人一起健康，我们这种哦做职业妇女的就安心了咯，就这一关就解决了。而且你看到、哦、他们以前很多人买过的哦，都是给5颗星啊。他讲解决便秘的问题，对啦，而且又很好喝。真的，再来看一下这个朋友呢，他又讲说他这个产品很好，而且他买了2次哎 ，good quality 当然啦，这个比较贵的品。
牌嘞，五颗星啊，我给他十颗星呢。哎，又有一个五颗星哦，他说哇，超值得套组，而且哦，他对控制那个血液里面的那个胆固醇呐、啊，很有效的，他会有又饱足感呐、啊，所以哦，直接可以做代餐哦。真的节目啊、哦，我的店啦，剩下最后的十分钟而已啦，赶快要马上带回去啦，因为你在外面买的话呢，平均每一罐哦，每大罐哦，57令吉，再加上那个赠品的话呢，我们全套的售价，如果你在外面找到的话啦，200多块嘞，今天 discount 48%那么多，帮你节省88令吉，好运年货节的好运特价，只需要113令吉而已，赶快带回家吧。不用出门办年货，你好好的待在家，我们勾少呢绝对送货到你家门口哦。而且农历新年要来了，我们勾少有总值88,888令吉的红包要送给您哦，需符合条规，促销期到2021年1月31号。没错啦，当然现在你要用这一些电子钱包在勾少 shopping 都没有问题的啦，快捷简单又更加的安全哦。就是今天好运年货节独家限量新春好礼，我们有国宝级的有机品牌 BioGreen and Bliss 的燕麦麸三重护理植物奶，它100%全天然有机，还有贵族的膳食纤维，给您三重呵护，调节三高哦，这个很重要，过年那些年菜真的是太油了，所以呢买二送二绝对要马上带回家，限量的300套卖完就没有了，我们给您2大罐的燕麦麸三重护理植物奶，再额外送你多一罐一模一样哦，都是大罐哦，只有在今年的好运年货节，我们才要额外加送给您限量版的新春碗筷组，哎，我跟你说，总共呢，你节省40%那么多，这么多东西啊，113令吉的好运特价。买一套不够，直接买3套，因为更加优惠，只需要输入优惠码木木28，再扣您28令吉。所以呢，长期有喝的朋友一定要马上带多几套啦，它是100%天然又有机的成分，富含芬兰有机的燕麦麸，有燕麦，有糙米，有紫山药，也是紫人参啊，当然还有紫薯、红薯、大豆蛋白、大豆软磷脂，而且呢菊苣纤维、寡糖纤维帮助我们消化哦。高膳食纤维 Beta 葡聚糖可以帮助您降低坏的胆固醇、血糖还有血压，有效改善便秘问题。花青素和叶黄素呢，可以高抗氧化，还可以抗老，维护视力健康。最后，蛋白质可以维护心脏的健康。BioGreen 国宝级的品牌嘛，绝对100%纯天然有机啦，所以呢，全家都可以安心饮用的，里头绝对没有奇奇怪怪的防腐剂啦、添加糖啦、乳糖啦、胆固醇啦、反式脂肪这些都没有，色素、香料、基因改造、药性成分、其他有害这个物质呢。通通都没有，所以呢，大人小孩都可以喝的。是嘞是嘞，赶快下单喽！可以拨打热线，可以浏览网址，也可以拿起手机点击 APP。BioGreen 的 Every Skin Moon 3H 呢，是很多现代人都需要的一个营养的健康饮品，因为呢，它可以给我们高营养、低热量，还可以做到抗氧化。那每一天呢，冲泡2杯奶粉呢，非常的方便，还可以帮助降低体内的坏胆固醇。如果有时候啊，周末一整天宅在家里头，然后到了半夜的时候，觉得肚子有点饿，想要吃宵夜，可是又不想要叫外面那些很高卡路里啊、高热量的宵夜的话，就可以像我今天一样，在家里准备一个精致的高营养又低卡路里的宵夜来吃。那这一盘紫色的呢，就是我直接用我们 Abyss Email Switch 的粉和原味的优格搅拌在一起。选择原味的优格呢，是因为我们等一下会有很多的水果，那优格和粉搅拌在一起之后，它的质感就会非常的浓稠。那水果的方面，你可以选择任何你自己喜欢的水果，根据你自己的口味。最后呢，就可以加一些果仁啊、坚果啊，或者是葡萄干，甚至是枸杞，因为这样子的那口感和嚼劲呢，就会更加丰富一点。对那些工作非常忙碌的朋友呢，我觉得这一个食品，这一个 Amyl 3H 呢是非常适合大家饮用的，因为它冲泡的方式非常的简单，只要加入清水，基本上就可以完成了。而且呢，如果你想要把它当成代餐的话呢，你就可以把它的这个粉末多加一些，它喝的时候呢是非常有饱足感的，又充满着满满的膳食纤维、抗氧化的元素和其他的营养成分。所以呢，如果你没有时间吃饭的话呢，就不要乱吃东西了，不要吃快餐，也不要吃方便面，我们今天有更好的选择。耶耶，我要关店了，剩下12分钟我就可以回家了啊！你不要买不用紧啊，因为呢，我们的货呢本来是300套的啦，剩下最后的
83趟。哇，真的会很快耶，表哥。真的，我跟你讲，今天哦，表哥，你长期有在喝的，对不对？嗯、你一定要买三套回去啦。为什么呢？嗯、来，阿刁哥哥跟你讲，你买三套的话有几罐？九罐嘛，对不对？九罐的话，外面买一罐多少钱？57。所以呢，如果你买九罐的话，513哦，在外面哦，没有送你碗哦。但是今天呢，我们一套多少钱？113乘三的话多少钱？才339。可是，哎，什么？我要送你一个红包。你在结账之前呢，输入优惠码木木28，再扣你28块。三套哦，311除到来每一套啊，103，还要送你三套的碗。那我们买了，我都不知道原来我们省了这样多钱呢，真的，这个钱都可以拿来做很多东西，买很多新衣服了喽。嗯，当然你要健康才有得买新衣服啊。也对，不然、那个衣服都穿不下去。也对。表哥讲的都是对的，对对对，表哥这一个呢，就是我们刚刚那时间的关系嘛。Email GH 还有一般的所谓的燕麦呢，我们放油进去呢，shake 了之后呢，表哥。它这个差很多、哦，对呀、啊、对呀、啊，所以它因为它的 ingredient 是比较好的，我知道你已经准备好那个，告诉我们说，其实我们怎么讲，我们一般上外面吃的东西其实都是有很多的油啊，或者比较不健康的那些物质，可是我们 Emil 三 H 呢，你看它的就是完全的吸收进去，而且对我们健康也比较好。对呀、啊，就是讲哦，表哥啊，就是讲它那个里头用到的芬兰有机的燕麦麸呢，它就好像海绵浆，把那个坏的胆固醇啊油分吸掉之后呢排出体外啦、为什么这样厉害呢？那你看看哦，你专门喝的话顶多就是有燕麦而已嘛，对不对？可是这一个呢，你看到有燕麦麸还有糙米耶，所以它可以降低我们血液当中的坏胆固醇，把那个坏的脂肪跟油脂呢排出体外。为什么呢？它比一般的燕麦来的更好喝呢？就是因为它有紫杉腰红啊紫薯红薯还有紫杉腰，丰富的花青素抗氧化剂帮你做到抗老，而且可以补眼睛哦。大豆蛋白呢就是素食者都可以饮用的蛋白质，而且呢有菊苣纤维还有寡糖纤维，这个呢对我们肠道的消化呢很有效的。是我们一般上呢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一餐不可能吃那么多东西，哎、那么多的 ingredient 嘛，紫薯都很难买咯、对对对，所以你只要喝这 Emil 3H 呢、你就可以拥有这么多好的一些食材、把它好的一些营养真的是非常值得的。对呀、你很有智慧嘞，表哥、真的刚刚那些我全部一样买哦，就算真的给你买到啦、你都不够那个钱呐、哎呦靓姐紫杉腰我都没有看过，我都没有听过啦，对不对、哎、来我们今天好运联络节呢，除了就是呢买二送二的套组113块之外，买三套的话再扣28块之外呢，免费送你一个营养师。哇，这个营养师很出名的，我知道。是 Jeremy。对。好，我们营养师呢要来帮我们做一下那个 recipe 啊。你家里有什么水果啦，或是可能你家里有什么黑芝麻啦，白芝麻粉啊，杏仁粉啊，你就直接加进去之后呢，你就加两勺。非常方便，而且里面呢是有提供这个勺子的哦，你就放两勺子进去，然后呢、你关上去之后呢，你就拿去打，要加水果也是可以，要加水果，然后你就可以直接放进去。然后如果你可能想小孩子啊，他要带点甜味的话呢，你可以放一点蜂蜜啊，然后我们不要用什么白糖啊，就拿过来打。打了之后呢，嘿，它就可以喝进去啦。对呀、而且很简单啊，就是说你要配什么样的饮料都可以啦。我们要照顾健康呢，不要麻麻烦烦的，林姐，你没有那个时间，对不对？对呀。你现在看到是完全它是天然色素来的，是它没有加任何的那种人造的色素下去。建峰，这个你讲得好啊，因为外面的很多就是它假假放那个 coloring， 真的。跟你说哦，营养，你看到颜色丰富，你们营养很丰富吗？其实那个是颜色来的。这一杯呢，哇，又有黑芝麻，又有 Emil GH 就可以抗氧化。又可以抗那个肚子的话，来，献给我们的欧文哥哥喝。谢谢。对，而且最重要的是哦，怎么来呀？是，而且那个 GH 它是没有添加糖分的，哎，完全没有糖分哦，所以呢就非常健康啦。是，好喝吧，对不对？大卫很好喝，很好，而且我喜欢你刚才去加了那个水果下去，就是那个 strawberry。其实一般上我就很简单，我就放那个可可粉，对，是我们自己有我们 Biogreen 自己有的那个 cocoa soy milk， 对，我放进去，然后就这样子喝，我就很好喝。这个加水果觉得就也真的很健康，也是非常的什么本身都变得出来，是非常新鲜，而且哦你不只可以拿来做 smoothie 哦，你要拿来做切面的这一些 糕点啊，年饼哎，是你要到了吗？可以做年饼哎，都可以 butter cookies 啊，你要做什么 tart 啊，里面的馅料啊，不要放什么牛油，不要放什么 cream 了，你直接放这一个，然后再加一点蜂蜜，而且颜色又好看，非常鲜艳，非常美的颜色，真的又浪漫。哎，等一下，我看到那个鞭炮烧到很短了，哇，32，32套快了
吗？哎呦，真的，我跟你讲，最后的气氛就可以啦。32套卖完了嘞，我就可以收工回家了哈。32套过呢，还是有可以买到那个 email dream 还是买得到的哈。是，可是呢，那个礼物就没有了喽。是，我跟你讲，现在哦，幸好哦，还有人进单了，还来得及。这32套你再不买，我抢不了的。我知道这个姨妈，然后这个姑姐，还有三姑，还有你妈妈，也是我跟她买的喂，表哥，姑姑就我跟她买哦。哎，听说这个哦，全部 free delivery 到家里的嘛。对，不买白不买喽，这样划算。这份我觉得这过年的时候很需要，对不对？真的要赶快买，所以呢，快点上来 catalog 给大家看一下，我们其实这个好康到底有多好康。对对对，马上再来看看啊！你看看哦，在外面买一罐都要57令吉啦，如果你买3罐的话呢，哇，再加上那个碗的那个价格啊，都要201令吉啦。但是今年哦，折扣超过40%那么多哎！好运年货节呢，113令吉的好运特价呢，平均每一罐不到40块啊，几乎是半价呢。好啦，马上呢，最后的6分钟喽，要跟大家再做一下那个测试啦。我跟你讲，年新年最怕就是大鱼大肉啦，吃很多年饼啊、虾饼啊这些煎炸的东西。对呀、啊，你看一下我们这边手上呢就有那个油啊。那这个油就是呢你的那个炸鸡啦、炸年饼啦、你的火锅啦什么。全部啊，麻辣的啦。哎呦。好，这一个呢是一般的燕麦啦哈。是。然后在这里呢就是 Email Tree Hedge。对，不是讲说它不好啦，可是它的效果就没有那个所谓的 Email Tree Hedge 来的显著啦。Hedge 呢，它是有那个燕麦麸皮，是90%的营养呢，其实都是在燕麦麸皮上面。对呀、啊，没错。而且呢，不止这一个，而且它的淀粉哦，还比一般的麦片来的少哎，所以呢，比较不容易肥。对。好，我们不用倒出来了，直接这样子说给大家看你。哦，有这个杯子哦，可以倒，可以倒。我刚刚以为没有杯子，等一下。好，马上倒出来给你看啊。老师，我们刚讲小球一杯哦，我刚才有听到的，才2块多罢了。是是是。你平时吃什么早餐呐、啊？又不健康、又贵呀、啊。真的，而且跟你讲，现在这个时代哦，哪里还找到2块钱的饮料，是，而且又会饱哦，你吃了之后会有那个饱腹感，这是我觉得最好的一点。哎呦，来，这份我们跟大家分享一下，你看这个一般的燕麦哦，为什么开始分成了呢？因为呢，这个一般的燕麦哦，它没有那么多的那一个纤维质，然后它的那一个我们讲的那一个淀粉就比较高嘛，所以呢，它很容易会有那个油层分离的问题。可是呢，今天 Email Trace 带给你的呢是芬兰的有机燕麦麸粉，它有3倍更多的那个纤维质跟 beta 葡聚糖，可以帮助你呢吸走这些油脂，而且它可以帮你调节三高哎，后部三高的问题。哎呦，我跟你讲啊，如果你开始哦，就是你去 check 那个 body checkup 的时候，我全家人哦，是不是那个医生？当你的坏胆固醇稍微高了之后呢，医生都会跟你讲的，你不要吃药先，你维持控制饮食，还有吃多一点麦片和燕麦麸，对不对？医生都这样子讲啊，不是医生讲而已，因为是欧洲食品安全局声明的。每一天哦，贝塔葡聚糖你摄取3克的话，可以控制三高哦。我们这个饮料直接喝2杯就没有问题啦，而且那里头啊，一家大小都可以喝的，因为是天然又有机的 ，Bio Green 就是 Organic 的 ，Organic 在外面买很贵的，这个呢完全奇奇怪怪的，反式脂肪啦。基因改造啦、色素啦、糖分啦都没有啦，所以呢，老人家更加推荐喝这个饮料。对呀、健宝狗狗也是用这个保养嘛，对不对？对对对，其实好像我们今年2020年很多人觉得是比较难过的一年，对。可是我们要感到庆幸的是什么呢？因为我们至少留住了健康。对对，留住了健康呢，留得健康在，哪怕没财招，你怕什么？你如果真的要赚钱，留得健康在了之后，是你真的有机会就好好的去，让自己能够好好的活下去。所以我在想，好像我们。今天介绍这个我们的 Email 三黑是最重要一点，我们是希望能够把这个健康呢带给分享给更多人。还有重点之中的重点，你刚才讲话的时候我听到噔噔噔噔那个声音，哎，什么事啊，狗狗？哎呀，因为我们的 Shopping Center 啊，这个好运年货节啊，就是讲说啊，最后的5分钟，我们就要跟提醒一下各位了啊。可是现在剩下3分钟多而已啦。然后呢啊，我们的老板讲说剩下最后的多少套啊？那个鞭炮放在哪？喂，鞭炮不见了啊！哎，剩下11套啊！啊，提早收工啊！所以呢，赶快啊！如果你要买的话，一定要现在买啊！因为呢，我跟你讲，我帮你问一下老板可不可以补货啦。Hello， 小 K 啊，啊，装。哦，他讲这个碗来不及订哦。啊，我们等哦。等啊，等可能要2个月啊，2个月都过年了啦。了啊，所以呢，啊，老板讲没有得补货啊。你如果这一档不买的话呢，你是得到那个 email 券没有错啊，可是你要碗就没有了。那这个现在真买比较值得哈，真的很值得买。哎，等一下，电话响，好了好了。讲的狗狗仔。好 ，OK， 他讲说他自己私底下有偷收啦。你要拿多少套出来？50套吧，加多50套给大家。耶！等一下，开心。你是不要给我早收工是吗？当然啦。好，加多50套啦，赶快买啦。赶快买哦，不然你就不得拿到那个
碗哦，而且哦，你又可以拿到三罐哦，最重要的就是全家大小都可以喝。是，没错啦，这个碗真是美到，刚告诉大家呢，它的包装很好看啦，而且呢，这个打开之后呢，你看哦，它有两个碗，哇、嗯、哇哇，有金的，陶瓷碗来的，是而且陶瓷碗金在上面、啊，你想哦，对啊，有声音的。哇，你看看，很漂亮嘞啊！是 solid solid 的，你不要以为我们送你 plastic 啦、啊嗯。重点就是呢，还有两对的竹筷，它是搭配的哦。你看到这边有红色的，所以呢，送你一套呢，就送你这样子啦。但是今天要强调就是呢，如果你买三套的话呢，我们 Go Shop 给你红包28块，再扣28块、嗯，三套的话你就得到6个碗哦。是，而且我跟你讲，全部我们 Vibrant Stuff 也在抢哎。哎呦，难怪哦，表哥，幸好你今天带我们来哦。你再和我们讲一下哦，你平时怎样喝？我知道他们全部人。跟住你喝就跟你一样，这样非常一样了。对呀、啊，可是我们听了这封分享之前呢，最后最后的来看一下哦。嗯、如果你在外头买三罐，再加上两个碗跟两对筷子的话呢，200多块呀、啊！但是今天呢，折扣40%，超过40%啦，113令吉呢，就可以得到全套啦。你带回家的呢，就是买二送二套组，记得我们的礼物呢，送完为止啦，折扣超过40%，113块，镜头上那个电视机上面所有的东西送到你家门口哦。哎呦，当然要购买三套了，因为长期都要喝，全家都要喝的。你购买三套啊，输入优惠码木木28，再扣你28令吉，所以呢是华上加华。没错啦，赶快拨打热线去到我们的网站呢，先用我们的手机 app 来下单抢购哦。最后的一分钟呢，要请那个哎健风哥哥、嗯、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平时照顾健康跟保养的秘诀啦。嗯、哎，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吃得好、嗯，然后呢，要把吃得好是很重要，因为我常常一直在强调，就是最好的人呢，最好的幸福呢，就是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所以呢，希望大家也好好的去照顾好自己身体。嗯，就像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我们希望我们不能够说能够做到什么，我们只是想告诉大家，我们祝福大家有这个很健康的身体，就是好好的控制好自己的三高。嗯，可是我们不能够只是祝福你，我们希望你要帮助祝福自己。嗯嗯，所以、哦、对所以能够的话，就趁着现在呢，我们现在应该是还有9套哈。啊，刚刚加了50套，加了50套，来加50套。最后的最后呢，阿雕哥哥、林哥哥来跟你讲哦，113块是什么样的概念呢？113块在外面呢买到1罐半而已，但是今天哦，113令吉2罐，对不对？阿雕哥哥再送你多一罐啦，这样讲嘞，2罐之后呢，3罐哦，这样子啊，外面这样子114啊，这样子我们给你113哦，再送你这一个嘞，一堆的竹碗。那足怪嘞，好啦，就谢谢那个健峰有梁姐来啦，谢谢记得有空来我们好运年货街啦，我们下次见啦，拜拜，拜拜。